钟欣彤同杨千嬅呢日就一齐出席报庆酒会。早前Sa就宣布实行雪轮计划，但系之前因为雪轮而暴肥20磅嘅阿娇就话唔会考虑再做雪轮手术啦。即系佢有问我，如果你说你可以问我揾我医生咁咯，系啊，但我唔会啦，我都有啲难啊，好辛苦啊，即系个过程很，过程好辛苦，你又要打针，又要成，又要抽血，又要打针，又要抽血咁啊。唔得，我有少少承受唔到。而忙紧内地巡唱嘅千嬅，啱啱先喺湛江翻嚟，之后又要去深圳，完全系马不停蹄啊！就连仔仔病咗都唔可以好好陪下佢啊！会啊，我仔发烧啊！我寻日翻到嚟嘅时候，原来佢之前一日开始唔好舒服，咁啊即刻已经送咗睇医生嘅，叫我姐姐，咁但系就而家冇嘢啦，咁喺屋企休息咯。但系小朋友食药就瘦晒咯，咁我自己就走肉赤咯，阿媽一定是这样的了，必经阶段。